这次收什么车？来看一下。哎、欸、，VV 破叉，对不对？一千多张订单呢、欸，短短的二十分钟涌入一千多张订单呢、欸。请问是从哪开回台北？高雄。开得回南港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目前看起来是。到不太了，不太到得了，现在179公里，问题是我们还有大概180几，哎、欸，要上坡了，三亿坡到了，我们等下会不会又差更远？我跟你的那个里程距离会不会差更远？完了，哦，这样好快哦，啊，那是133的呢，还没爬到坡顶呢，133、139，完了，差6公里了、哦，真的不相信到了2公里、欸，还是我们把这一幕关掉。老师，我塞一只车，还阁关这，还阁关那，啊，唔规气减肥好才来塞。我、哦、剩79哎，好奇怪哎，我明明就知道我要去的距离绝对超过79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跳出来了呢。好哦，那你跟我讲附近哪里有？找不到结果，找不到结果。哎、欸，它变黄灯了呢，电池变黄色的。完蛋！我要不要开慢车道比较安全？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切出去了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！要不要再往右靠一道啊？再往右靠一道。有啊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追上你啊？我现在30了，35啊？你还是35哦？对啊，追不到哦，没办法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北部头塔那么多啦，中和交流道下去也有头塔，新店安坑交流道下去也有头塔，可能要查一下哪个所有。安坑所有，安坑所有，他们说的。好啊，那就安坑所啊。好啦，我下了啦，我下了，我下安坑。那我们高雄台北挑战失败。到了，到了。好，这边去问了哈。先看一下。很高兴的。我们从港那边来第一波大开进来。哎，直接要穿直穿温汤就好了。那个车没电可以充电吗？没电充电。对。现在剩15公里。我这边有那个充电桩吗？我好像还没有那个充电桩哎、欸。它家用电。家用电可以啊。哦。有吗？有 AC 的吗 ？AC 哦，可是我们现阶段还没有规划出一个充电的位置。哦，是啊、哦。哦。所以没办法充。对啊。現階段哦，水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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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比较大的厂应该是内湖跟南港啊，可是你如果到这边15公里内，应该是到不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们再研究一下。哦、好，借、哦、我回转一下，可以吧？好啊，谢谢哦。15公里。专员变的，没有，应该不会，我没有拍，我没有拍到他，不要拍到他。感觉这个时间安坑所谁值班？我是老板，我查不出来。管他的啊，反正就真的是这样啊、哦！我就剩15公里，我来到头塔了，啊，就没办法冲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公有停车场，对吧？我就说原厂可能没有充电桩吧。没那么快，大家都说有啊，干，大家都说安坑桥，我们就来了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在想，我安坑这边哪里有公有停车场？现在6:50是不是？嗯，哎、欸，最好是11哦。我们如果到7:10的话，25分钟看可以充多少？看30分钟，我们现在充30分钟，看看刚刚11公里会变成几公里，好不好？干这27，我说你刚说我们回家多少？21，好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
再加一点动能回充应该够了。确定？确定啊。哎，可是其实我们的电池还是黄色的，他还是一直叫我快充电呢。OK 吧，撑得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荧幕有显示，你就会惊丢啊。所以我们从下交流道到充二十几分钟，我们应该花费了，又为了这个电的事情，我们多花费了四十分钟有吗？还下来跑去投塔吗？被拒绝吗？你连化工，一个猛化工，啊，你这个。吃什么店？我讲恁到的家，你问我，我才昏去。大家都说踩到底了啦，踩到底了啦！不要客气哦，二三二二，不对，不太对，是不是踩到底？我看一踩吗？掉两公里嘞，而且我没有踩很深啊，我才稍微油门踏板多了0.5公分而已耶，啊。21公里啊，20，才刚21而已呢。没有啊，到公司16啦。好，那就上来就来得及啦。最后一里路，陪我最后一里路，我学习啊。我们就进公司了。耶，10公里，剩下10公里，耶，我们回来了。